好，有画面了。今天就说说图吧，先提起的，等一下，不烦，哈哈哈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这样，这个可以，不烦，没办法打，我这个在干嘛？我知道有点累格欸，分两条路哦。出了地方特别做一块，懂了，如果网别太难的话，我还是要把它走完嘛。吸不太回来，网杆，可以不要打网杆吗？对，是啊，是第七，就不要打瓦干嘛，跳过他。上面看看，我觉得上面是死路。对 T 七的瓦干斯出了 B 站，完全不想打。出了 B 站，哎，这是死路啊！这是只有一条。决定不要打瓦干了，因为我没有很想冲大师八等。LG 这个挑战已经补掉，超人皮肤的瓦干也都很变态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都那么难做什么？哎。掉螺丝，哇！这是直直的一条啊，还是开始有岔路了？岔路吧，这张图其实也没很爽，我那传说图一张都要十七耶。总共好像要解十几张了喔，忘记了，偷看一下传奇冒险家，我要解十张，对，哇靠，要花一百七喔，是很有兴趣欸，花一百七，虽然上个联盟偶尔有
我连那个比赛还是花超过一百次，不是那个是为了要全解啊，这联盟真的不打算，都了不起就到37耶，可能还到不了，说不定我24就不解。 看看，再看看。咦，还是只是一条的完全不复杂的地形站，看网机不机车，太机车我就碰到没经验了。咦，王者啊！ 猪吧，老要奇怪，那好像还是哦，这只，哦不是啊，要烂的蜘蛛，要烂的，它不会伸另外的蜘蛛出来，打的应该还是蛮痛的，但是我的图腾弹住了。 打完了，超快！<笑>你别打太快了吧，怪太少了吗？二十移动速度，好像是T7啊 T7，没有怪吗？还有一只，为什么会剩一只？哇，没有，只是选择了，超缺的，哇，252，都没什么用哎，才252，<笑>应该都不能上，哎，GG。 二五二二五二，一个词缀都不能上，哎，来个三，啊，76哎，我见卖不好死吧。 还没有，不好使，76，我的这个好像还不错哎，加超多力量，超缺力量的，好，保留，打下一张图，哈哈哈。 现在有10%了，决定打简单一点的。干枯湖岸，湖岸T3，差，九分，结果回来卖东西比打图花更多时间。 干枯湖岸双头目，今天超多人在喊传说图的。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喊传说图？ 结果那张图只有卖17吗？然后他是入门就要17，他全部死光光。
个觉得我是不给力的那一种啊，然后遇到也遇到队友给力的就我就那时期就靠他。真给力，这才第三组哎。刷第三组还蛮给力的 ，T 六 T 七就不太给力了，就会死一下。上期的巨人之宠不变。在卖的时候，卖商店的时候都没有在看。但是他自己变出来才会看，他就看属性就卖掉，卖掉，卖掉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可以进去，然后再打。较强护盾，教堂护盾，那很小。公式把所有的小怪打掉，虽然它只是一张 T3 图，怎么觉得好眼熟？一直捡垃圾就每次都满。亨通变成改造时啊，打完再整理，对，棺材再整理啊。飞个炸自己的气，根本会打到发疯。地上一个圈圈，一个圈圈，一个圈圈，不会有。骑术之拳双猛，居然。选的往往来，这级太高了，阶级太高了，还没打到啊！竞技场应该是，哦，都是鸟，那我应该打过了哎、欸，让他暴走吗？还是不要了？双亡哎、欸，暴走会 K 笑。居然打过了，那我让他暴走一下，开开开开开开，还有一个，来吧，暴走吧，过来，过来了。
还一只。哦，恭喜你们！我要放回来。噔！在副手放个作弊的伏杀有没有？我每次都会忘记换。作弊用的伏杀剑。刚好有打到，刚好拿来用。喂，居然有人在卖东西，还不检举你？基底不对，不然就会上那个护盾点，算点吗？哇，看一下能不能上护盾，可以的话应该有500吧，有吗？不知道哎，能用吗？不行，狙。诶，没有吗？眼馋找不到，旺旺武器，哦哟，啊，4-17，好吧，先留着。辅护甲才6等，4-17。太少了吧，只有4-17，我又一个瓦干，好，这低等级的来欺负他一下，你别欺负瓦干，等吧，掉个20Q的。越远，越跑越远。几个气啊！好，差一点点秒杀。能欺负等级的我干，等级的我干欺负不了。交易等于用石头交换装备。不小心就玩到没有门了，为什么？这不小心就没有门了。但是啊，丢着不动可能会。
等级低来打那个反面反坦，这应该要不容易，在低等级的图吧。哎，你子弹是有点低耶、欸，要去采购装备。不能省一点的玩吗？诶、欸、还有15只诶、欸、在哪里啊，不要找了，想说我也就找到了，哦没有怪了，找到主情到巴哈讨论 Q&A 与岛主三田的问答专区，这有人在找岛主吗？嗯，没有啊，直接找岛主。啊，哇，太远了，不想爬。哦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先酸科普。嗯，好，这可以打。尖酸科博 T 四，哎，好再来。尖酸科博22，哦，尖酸科博启动。啊，这只网我想起来了，是之前那个那只是影分身的，的，然后场地，我有不祥的预感啊。可以的，应该也不会强到哪里去吧。虽然他之前是 T1， 改到 T4， 打起折磨之，1、2、3、4乱按，哇，这么痛，为什么？哪有那么痛？不科学啊，这是物理紧张。那电球、啊，电球。原来天雷蜘蛛这么的恶心。会减伤害啊！T9免费，
为什么就会有熊魔出现？那看到熊魔都有点怕，尤其是有黑洞的熊魔，扣血扣超快。算普通怪放不放的漩涡好像不会扣血，不知道欸，所以反正哇，有人制图七等，也太快了吧，那么快就要做什么嘞？制图都七等了，这个挑战，诶，这个挑战应该没有要制图等级了吧？哦，那再拜拜，拜拜拜拜拜，记得五等就好了。为什么每个联盟都有一队人要成八等？关一下麦好了，哦，那个火灵哦，我有看一下，但是觉得那不是只是在刷符尔而已吗？对，那个在那边飞真的很壮观啊。哇，这边外面好像在庙会什么的啊，超吵。我要干嘛？继续刷。等等哦，等我一下。但是麦收到会很吵吗？哦，上次火灵啊，就超壮观的啊，一堆头飞来飞去啊。我没有去看他有没有超过50只欸，那可能要放全萤幕才看得到啊。那看到那些土都傻眼了，哇，应该超大声，我关你。
觉得我今天开不了了，外面一直在敲锣打鼓啊。今天就先开到这里好了，专心看台好了，哈哈哈。好，关台，拜拜拜拜。